山村获得公演。盐水四源，他们将用怎样的方式表达感恩的心愿？基层纪事，夏美冲的全家福，中国武警即将播出。按照这个时间，入去的时间，都是一步一步的。这几天，支部书记李作贵心里一直装着一件事儿，一想起这件事儿，就让他兴奋不已。因为这个按照工期啊，每天都是检查三次，早晨、中午、下午，一是安全检查。在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引领下，夏北冲村从昔日的一穷二白逐步走出贫困。村党支部决定拍一部录像片，向党中央、习总书记，向关心支持夏北冲村发展的社会各界汇报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就现在我到政企报上过去了。你坐后面。我们现在就到镇上去。文泉镇就是英山县的城关镇，李书记想借着这次进县城的机会，到武警英山县中队走一趟。我们武警总队的，就是现在是精准扶贫联系我们村，他们在这个精准扶贫上都干了实实在在的工作。第一个就帮助我们搞这个整个村的一个规划。夏北冲村是武警湖北总队居民精准扶贫工作点，片子里可不能少了武警官兵们的镜头。汇报一下，应该呢效果比较好，特别是我们，主任在这里蹲点，我跟他汇报一下，他应该非常。李支书来的也巧，中队官兵正准备这周双休日到村里看望孤寡老人。我们现在那个起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自己还不一定清楚。欢迎。正在中队蹲点的支队政治处主任金旺生和李书记是老相识了，也亲眼见证了夏北冲村的发展变化。形势非常好，我们支队也有这人才，但是相对于总队来说，我们总队更加专业。这也是我们落实精准扶贫，我们开展文化扶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给你们，是不是你们村里面要专门请专业人士，体现不了你的意图。还花不少钱，应该是吧？我是总队设备，搞个免提，好吧？谢谢我家里丁海丁站长。李书记没有想到，武警总队派的摄制组这么快就带着设备从武汉赶了过来。这位是农民连长，看一下啊，这我们丁站长，对，对，好，对我们一个村子。再展现我们这个新农村，在这个这个决胜小康社会这个关键阶段里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我们这个幸福生活的一个现状，就说是看我们有哪几个点儿，到时候大家说完以后，我们再到县地去看一下，然后再策划一下，看从哪个角度去拍摄、去反映。我感觉真的娘是真的有变化。就像我自己穿了一件新衣服，如果说用镜子一照啊，我还不知道我这个新衣服新在哪里。现在是不是这个感觉啊？在精准扶贫啊，我们救济这个贫困户，他现在有多少变化？幸福生活在哪里？啊，也在实际中体现出来。下回如果说发生旅游经济，那个拍出来的肯定会对我们这个名片的打造、旅游的经济的将来如果策划。肯定是很好的一个，它也就是旅游宣示、宣传片，对，广告片，对。策划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发表着对这个片子的意见和建议。虽然一时还没有拿出一个完整的策划案，但达到了基本的共识。真实的变化，对，真实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你们提议和策划，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片子呢，定位是一部汇报片。所以我们觉得片中的镜头更多的应该是写实的，所以我就跟摄制组的同志们讲，在拍摄的过程中以抓拍为主。摄制组决定先从外围着手，对夏北冲村的宏观上有个了解。
李书记带着我们在村子里面参观，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如数家珍的给我们讲解这里过去是个什么样子。精准扶贫以来，县里、镇里、武警部队都帮助村子里面做了哪些工作？他特别嘱咐我们要好好拍一拍那条爱民路。在他看来，下背冲村的脱贫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我们这条路是连接我们村的，有150多户，其中贫困户有50多户，这个是一共是4个小组。我们这个道路仅开始修的时候啊，我们村民积极参与，我们工量还是不小。湖北省武警总队的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予了我们大量的支持。所以这个道路大家看到的这个，我们老百姓把它叫成爱民路，就是耕地和我们农民一起共建的。秋场，秋场，这个草着蛮好过。我们一边听着李书记的讲解，一边随手就把田间地头这种劳动的场面拍摄下来。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都是穿着军装的，乡亲们对我们特别的亲切，在镜头前面也非常自然。哎，我得也好多人儿，他在我这儿呢。啊，多少？一个多人儿。这个两位。我两位。就是想着这个也。这个景也好，是吧？他这种劳动的喜悦都表现出来，而且他们很喜欢在这个，你看刚才我说给他们拍合影，那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想啊，用什么样的画面最能表现出村民们的这种幸福感？想来想去，想到了全家福。小学生的这个老师，村民周长生一家是村里率先脱贫致富的代表。儿子周想大学毕业后回村创业，带动大家开网店，销售村里自产的茶叶和药材。搬进新居后，一家人一直想拍张全家福。这您换一件新衣服啊？听说要拍全家福，老人特意打扮了一番。要一只温柔教练，先锋教练。咱个村子要及时通畅，咱们的话，你敢不敢上？那中，一、二、三。很多家庭子女并不在身边，但只要是我们约好了拍全家福，家里从老的到小的都能聚得齐。就是村民们想展现美好生活的这种愿望，特别强烈。我手势要变小，对，要开心一下，哎，要真一下。你看，为了片子里能呈现出下北冲的特色，摄制组在感受这种幸福的同时，也在寻找着当地独有的特质。还可以，拍全家福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他请了一个理发师过来给他理发。理完发，这位理发师就主动过来找我。哎，那领导，把这声音引不住。啊，可以录声音，有声音吗？有声音，可以声音，有声音。而我能打阴山大鼓，会唱阴山古树。能不能把我也拍一下？我说行啊，没问题。他骑着摩托车就回家，把鼓呀、锤啊拿过来，现场就给我们表演。他先是来了一段很传统的，我就问他，党的18大以来，咱们村子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问您的家庭有没有变化呢？他说有，也非常大。我就问他能不能用阴山古书的这种方式把它唱出来呢？他说行啊，现场就可以来。虽然说他的这个唱词里面有个别句子我们也听不太懂，但看得出来老人是饱含深情。武佑成说唱的阴山古书很有地方特色，摄制组想把它作为穿插片子里的一个重要元素，只是老人已经70多岁了，口齿有些咬不清了，老人说他可以好好的练练。武佑成早年丧父，家里穷得吃不上饭，他只读过一年书，没有什么文化。说唱古书是他到408乡打鼓讨饭时学会的。现在生活好了，他要把心里话唱出来。只要那个呗，难看正呗，一好戏。这个这两边一个是头府馆和一个候灯室，就是头府馆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其他方面的哈，就是精神文明现状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村史馆啊，村史馆，所以把我们整个村子的这个文化方面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一块就把它展示出来。村民们正在建设的是村文化广场，面积2500多平方米，是村里文化建设的一桩大事儿。李支书每天都要往这跑好几趟。那么我们建这个村史馆的意义，就是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要知道这个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这个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不能忘记过去。说好今天录古书，吴佑成提前做好了准备。可见到还有其他人也带了鼓来，老人心里有点不那么舒服了。鼓板那一到了喜盈盈，听我那飘一飘了我们来村，新旧地的变化是大得又狠，前靠鬼村当阴影。在我们给黄胜全录制的时候，我就发现吴佑成老人已经意识到有可能不会用他了，我感到老人特别失落。他放下鼓槌，独自一个人回到房间，没招没落的翻着他一笔一画写的那些唱词。为国为人民，习主席都是我们的大老人，带动了共产党各级领导们，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真是好气人。他比我的父母还要亲。现在看来，放弃他也可能是一种错误，或者说是一种遗憾。那就是从我先起，
以后这个剁削文艺的时候，我们都要参加。怎么了？以后这个剁削文艺时候搞这个活动，我们都要参加。哎呀，那好。现在我把你喊都留着了。啊，好，嗯。起步，看。转眼到了周六，中队排长熊新带领几名骨干来到村五保护安置点，摄制组也将在这里拍摄最后一组全家福。身体怎么样？我说身体怎么样？不当哎，身体怎么样？身体好，哎，不当。许多村民得知消息，也自发地来到这里。跟你一样的，一样的，也是武警部队的，也是武警部队的。李书记跟我们讲，武警中队官兵不仅仅是逢年过节送米送面这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扶贫，在扶志和扶志这两个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就想让我们的片子里面把这些方面好好表现一下。我想啊，官兵们是带着感情来做这些工作的，如果我们把武警官兵和村民们这种真挚的感情拍出来，这就可以了。这个成果，十九大一开，我们马上对精准扶贫方面的这些东西啊，就全面就展开了。就以后这个扶贫的力度啊，包括农村、新农村的一些建设呀、啊，现在不是习主席讲嘛，要建成富强、民主、民主、和谐，加一个美丽，又加了一个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美丽就体现在哪里？就是咱们农村要搞得越来越漂亮，搞得越来越精神。在后期制作过程中，摄制组由衷地感到，全家福是每一位村民小家的，生活条件好了，家人笑容也多了。全家福是下北冲村这个集体的，支柱产业起来了，村里变得更美了。全家福也是国家这个大家的，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下北冲村文化广场落成的这一天，汇报片《幸福山村下北冲》迎来了它的首映式。
又打的精神了方向盘，各行的了政策了入了人心，终止了沉沉了揭露里前程锦绣为万年春。小小中队为何引来众多民间艺人？惊叹惊呆了，真是！传统手艺为何在军营遍地开花？成功背后隐藏着多少酸甜苦辣？只要肯下苦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一把剪刀，如何剪出精彩军旅人生？军营妙剪张长城，中国武警下期播出。